咱大西的地区各位乡亲、士大好朋友，也搁有姐姐，咱民主的前辈，台顶所有五合一竞选的团队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真欢喜，今仔日再一次来到咱西地，尤其呢是伫咱的母亲河罗水溪边，伫遮会当含。咱大山的地区各位乡亲，大家斗阵来做了一个探讨。12月24日，这场的选举到底咱要做什么款的决定？各位乡亲士大，咱大山的地区会使讲是咱全台湾上重要的比场。咱西里米呢，是将来就是全台湾上好食的一个米。除了是米村之外，咱嘛是全台湾上重要的蔬菜的产区。大山的地区一天平均差不多有2000吨的出菜量，这2000吨的出菜量内底，当然大部分差不多700吨左右，伫咱的西里果菜市场来进行交易，其中的也够差不多500-600吨。是配到台北的农产品交易中心来做交易，其他的量呢，就散到全台湾各地的这市场，大概是做这款的这分配。所以讲，台北的农产品运销公司一天替咱云林县的农民拍卖的菜量，差不多是500-600吨，伊一天进货量呢，差不多是1600吨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台北人若吃3杯硬菜，其中有1杯硬菜都是对咱西里去的，你讲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人是安怎要替咱拍卖？各位啊，咱的菜使送到伊那去，去进行拍卖，爱红油收塑料呢，这是公道的，爱甲咱收一个收塑料，啊，这收塑料台北农产公司收去了后。唔是拢伊提伊啦，我来爱分嘞，各级的农会拢爱分嘞。其中全国农会、中华民国的农会，一年当甲咱抽偌济钱，你敢知？一年当抽差不多6000万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也就是讲，咱云林的这乡亲士大，咱所种菜种出来这菜，咱去卖价金内底。有一部分是予中华民国的农会来甲咱抽去就对啦，抽钱那是有做工课公道，但是呢，咱唔知要去问看卖无？咱这菜农大家唔知要去想看卖无？到底这个中华民国的农会有替咱菜农做啥物工课？你都去想看卖了无？我相信啦，单纯的农民你拢袂想到遐去。中华民国的农会总干事什么人在做？你敢知？叫做张英雄，倒一人，云林人，
不但是婚姻人，佮婚姻上大苦的迄个张家的人，伊就是张丽仙的翁婿，叫做张永祥。这个中华民国农会一年当对北农摕600,000去，无替咱做甲半项代志，无大劲，嘛无顾着咱农民的这个权利呢。大家即摆来回想看卖，今年的过年。20天的时间内底，这个北农公司休息竟然休到11天，你看会死人啊？未死人？咱所生产的这菜挂起来了后，你若无随送去，无卖出去，安尼2-3天，啊，当就挂起啊，都无人要滴啊！竟然伫20天内底休息休11天。咱在地农民，大家呢，正经是哀爸叫母的对。过年跳5天，这大家拢知影，所以咱的菜农家己会去调整咱的这储备量，这无问题。但是今年除了过年跳5天之外，到农历的初九，天公洗的时阵又搁跳3天，搭一声马名。天公洗跳3天了后呢？开市第一天，进货量入去偌济，你敢知？普通市啊，1,600栋。天公洗了后，开市第一天就去3,000栋，量加要到一倍。量若济时阵，当然价少就放。所以讲呢，价少放到10元以下，咱在地的农民啊，当只菜农，大家呢，真正是要哭无目屎。大家目屎擦擦的好，啊，过来拼后悔就对了。无疑我讲，到元宵的时阵，又搁甲你休3天，啊，搭一声骂名，是啥物人头壳遮尔杂头？敢唔知讲咱农民这善良的这关系，无应该伫20天休11天。结果呢，这个决定都是北农的这个决定，董事会的决定。这个董事会董事啥物人派？当然。北农的台北市政府有派，台北有这个农会，全国农会也有派。你全国农会的这个派任的董事，都是代表咱农民去参与这個公司的决策。结果呢，无甲咱替咱讲话，无甲董事的讲，你千万唔通再休息3天。那休息3天，安尼我的菜农绝对会无命啦。所以讲。台北的这个台北果菜公司做这个决定的时阵，全国农会无替咱的农民来讲一句话，安尼呢，就是无尽到伊的责任，你讲对唔对？无尽到责任对唔对？到时甲咱摕600,000去，这600,000还叫伊摕出来赔对唔对？各位啊，当这个时阵，只有婚姻管政府真要义，婚姻管政府站出来。我先要求北农，你元宵这3天袂使休息。伊讲无法度，当就做决定啊。啊，无法度经营之下，只有县政府要来顾咱菜农的权利。所以讲，我县政府就招菜农，招农会代表，咱三个农会代表，哦，搁招即个合作社，大家做伙来开会，要安怎来帮助咱的菜农？我研究的结果就是讲。安尼，咱这个元宵休3天了后，咱的菜农菜卖做一个拢个业绩，量啊多一定加会帮，所以讲咱就补助咱的菜农一件，甲你补助15元3分之1，你去甲急速冷冻，你甲冷冻起来先保鲜，等下讲那菜量啊较稳定的时阵，咱菜再甲运去卖，有诶讲嫌麻烦。